哟西，日安，我是曼曼。四月番也快接近尾声了。上期影片我有介绍到我最期待的七月新番三部搞笑大作，四月的也同样很有实力。不过这次我只选了四部出来，来看看你是否跟我一样呢？第一部《宅男腐女恋爱真难》，一部假标题正放闪的现充上班族恋爱故事。哼，卖题材的我会看吗？这狗粮真好吃。这部果真没有让我失望，整部动画就是一个惊喜包的概念，囊括了所有我想看的元素，有泪有笑，有 BL 也有百合，闪光灯更是不用轻易直丢，也不怕让人知道，老子就是拿着钱业配的，要我啊！剧中出现的动画或漫画都是配合时下热议的作品，看一个动画顺便找彩蛋就是了，而且小细节画的真的很精细，连香烟盒的 logo 细节都画的这么仔细，跟这款有87分像。故事剧情大概是这样的，女主角陶濑成还是个标准的隐性宅 OL， 历任男友全都是因为宅女属性暴露而被甩，在新公司遇上了青梅竹马的二藤红松，是个帅哥但也是中度游戏宅，成还跟红松抱怨宅是没有桃花运的，红松就霸气的回，选我不就好了，俺だったら残業しても待っててやるし、失望させて泣かせたりしないし、そもそも間違えたなんて言わせないし，不错不错，都娶男朋友，素材集めだろうが、レベル上げだろうが、いくらでも付き合ってやるし、さらに来週末のイベントには売り子として同伴可能です。录取工具人的条件达成，附带还念单画本子的助手。另一对 CP 也非常可爱，同样也是御宅族的小柳花子和华昌太郎，两个人都很有个性，在剧中常上演火爆冲突的戏码，但私底下是非常相爱的。撇开主角群颜值高不说，人设是上班族，应该还蛮贴近许多人的日常的。四个人宅的方向很不一样，这里就要提到宅的属性种类：游戏宅、动漫宅、3C 宅， blah blah blah。这部会有代入感，是因为刚好多数人，尤其是成人，会选择当隐宅。国高中时期是个很好交流宅知识的时机，大学后你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世间人情冷暖。出社会后，算了吧，大家都出来混口饭吃的，给自己留条活路吧。平常加班累得像条狗，偶尔还要去跟讨人厌同事交陪，回家洗洗就睡了，只能拿周末来补补动画进度。说到这，怎么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呢？第一集就让你高喊去死吧狗粮泡面番，男主角已经不是傲娇两个字可以形容了，典型的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类型。对女主角心境转换有三种模式，第一种无时无刻对女主角唠狠话的傲，其二是偶尔的娇，触发时机是当对女主角的爱已经快要爆发需要发泄的时候，第三点是得到安慰后赫然发现自己做了很不得了的事，开启无事成佛状态。无视多久要看被安慰的程度，其实蛮难得可以看到男生傲娇完还可以这么天然的角色，而且女主角被唠完狠话后还可以不在乎笑得这么傻萌，真的是天使啊才怪。好麻烦的人啊，这种状况存在在二次元中就好。顺带一提，男主角的声优在广播剧中是由福山润配音，动画版则是由铃木达央。四个話しかけんなブース耳障りだ。 S 属性诠释的好棒，这部预计是25集，所以就慢慢啃个半年的狗粮吧。提到超女又做超能力女儿，原作是由大武政夫绘制，讲述某天黑社会干部新田家中出现不明蟑螂状物体，启动开关后出现了一个面瘫少女小厨，莫名其妙就被迫收养她的故事。虽然一开始是在讲超能力的事，但越看到后面超能力使用的就越少，着重在思考人生层面多更多。作者很擅长描绘这种搞笑中带泪水的剧情，把它当一般搞笑番看的就大错特错了。主线是新田和小厨的父女情，另外两大支线一条是小童，另外一条是杏子。其实我觉得这部主线反而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，杏子线跟小童线才是王道，所以我接下来要力推这两位配角，三岛童、小童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富有强烈责任心，又不擅长拒绝别人。刚开始在一间小酒吧打工，工作效率之高在高层间口耳相传，很快的就建立起口碑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读书什么的果然没录用呢。喂，哦，是教育部吗？什么？你说我硕士小孩都不要读书，所以要逮捕我吗？
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要提早规划自己的人生，越早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，越能在社会快速的立足。杏子则是个彻底的时间主义者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被拉面店夫妇收养后，我的眼眶就湿湿的。我还以为我看的是搞笑番呢，原来是励志番啊。还要一个初中小女孩教会我们人生价值观，没有信念的人生再怎么荣华富贵也是空虚的。あいつはホームレス以下よ。对，对不起，我这是虚荣心作祟，从此以后我会好好做人。 FGO 不可。谁啊，今天第二次了。喂，嘿嘿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是 FGO 公司吗？什么？你说性质影响力太大，大家都不现金了吗？关我屁事啊。看了他们两个后，对他们后续故事太感兴趣了，于是不小心追了漫画，这才发现原来是名副其实的造神漫画。小童一本正经的在政商界中穿梭自如，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个小女孩，这种反差萌让人受不了啊。于是有了童神的称号，杏子更是悟出人生新高度，贴心的举动就像天使一样治愈。好想上来当女儿养啊。我懂你的，大武老师，小厨如此的废就是为了来当绿叶衬托这两朵鲜花的吧。486又一个486，叫486的中二病的病情都不低啊。你看好可怜哦，他在跟自己脑对话。哼哼，真的耶，外露好不要脸哦。好啦，脑取的到底脑怎么出现的？一句话带过，一本正经讲干话的边缘帅哥驾驶机认知分镜教学。以上就是本期几部我比较喜欢和真的有在追的。或许有人问，老子是魔法少女呢？没在名单内。哼，差评。我很老实的说，真的就打不到我的点啊。这部没什么不好，人就各有所好嘛。那这次就先这样咯，地方宅女良心制作绝不脱稿，需要您的关心。我是曼曼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